unprecedented number of cases this year. So we from coming from a zero case o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. And then of course the deaths. No? So at the time of the declaration, we received already 4 deaths. No? That's actually triggers our declaration of the outbreak. Kapag may mga kasama kami sa bahay na nag-work, di po namin sila masyado pinapakisa, baby, ayun. Tapos parang balik quarantine na alcohol ulit, mask. 现在这个时候，总是一次感觉，的确啦，是在佛经里面所说的，叫做瘟疫。 感染科有名，大概应该就是2003年的 SARS， 那个时候就发现，你一个高传染性的疾病，进到医院的时候，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它找出来加以隔离诊断，会是一个冲击，不是冲击到医护人员，还有冲击到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病人，从此呢，一个感染管制就建立起来了。 以目前来看，当年 SARS 认为它是百年大疫，其实不到20年 ，COVID 病毒又出来了，所以说新型传染病，这基本上未来一定还是会存在的，只是什么时候出来，那戒慎恐惧，该洗手都还是要洗。今天感染，大空间很重要啦，要安怎吼，让那个大空间呐。 今仔日拢讲人啦吼，我拢一直感觉讲空间到底要安怎样保护这个空间呢？会当病毒，会当吼伫这个空间里呐，尽量让病菌吼不要散落在这样。不过听来呢，真的也是很困难，这种的菌呐。 的确呢，是看不到、挡不住啦。这种的只好，一直拢一直讲，要安怎来预防？啊，预防呢，那就是要清净，要如何净化人心，要如何净化空间，要如何呢？ 心要如何净化，那就是尽量，迄个病从口入，唔只是干那空间的感染，是靠家己去食来感染，即为着靠呢，也是制造了很多的产业，不管是畜牧业啦等等，这做足多吼，为着要。 满足人口，这种为了满足口感，不知道是对大地破坏了，伤杀多少生命啊！这点宗教啊，尤其是佛教啦，这种吼伤天害理吼，啊，真正是吼对这个生命，咱讲抢救生命。 或者是讲吼，那救济众生根本吼没有合到这个道理啦，因为咱要不做，咱家己啦，佛教的医疗还没有做到啦，真正的身心净化，也未甲教育到啦，所以讲吼，教育。 医疗、卫生，最后可能是咱医疗爱去综合起来，尤其是心理迄个贪欲。敢若讲啊，啉酒的问题，敢若啉酒的问题呢？唯有伊已经病啊，但是呢，谁能开导他？谁能教育他？唯有医生。 可以开导他，可以教育他。同样，很多的病啊，医生应该是大教育家，对人间生命吼、哦、如何保健，如何守护，我想。
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呀。所以医生吼，医王啦，我定来讲吼，医王都是寡妇，真正的吼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现在呢，是已经疫情啦，这种病菌等等啦，感染等等，这是给予我们吼一个很大的教育的提醒。咱这当阵吼，那无受教啦，其实还是要个真大、真大、很令人担心的事情。所以还是吼，期待咱医疗事业真正的嘛，感觉讲吼，真价值啦。来伫人间吼，有法度承担重任，这是来人间上价值生命的价值。啊，咱伫组织吼，我们大家有志一同，所以两三年前，甲院长因在一起咧开会，我讲吼，迄、那个疫情就是病。已经侵入了啦，大医王呢，就要请求那个大将，他要守住那个城，那个城吼，唔通去和那个军兵啦侵略起来，这就是医王。我们要爱用这么正精心作命吼，来挡住这样的疫吼病疫啦，我们安怎来？其实呢，做医生是真辛苦，医生跟护士真的很辛苦，那是用生命、走入生命、守护生命的爱，是用生命走入生命，去保护生命，用生命走入生命，那守护生命。这是哦，真多么伟大呀！生命都是人，人伫人间，人间无人，那都拢空，都、就是无虾米啦。这是哦，真空妙有啦，的学术，真空，但是呢，很微妙。同款人啊，啊，这个人哪会病？同款人啊，啊，这个人哪会救人？最后、哦，病无中生有，迄种看不到、挡不住啦，迄种感染性吼、哦，真正是吼、哦、无中生有。这个疫情伫这个时代发生啦，这是对咱一个真大的教育嘛，和咱真大的考验啦。这个关卡可以呢，好好承接，好好用心医疗的这个教育，啊，爱真用心，要安怎来培养大医王？不是教伊医疗的相信了，定上重要安尼，迄、那个仁德仁心医德啦，医病是爱医人啦。爱用仁呐、啊，德的仁德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们要真正的爱尽用心吼、哦，迄种承担大任啦，这个职业动静吼，那是以往要承担啦，要挡住啦吼、哦，而且吼、哦，咱合理。咱拢敢那讲医生伫咧当兵吼，其实护理啦，咱也爱真重视，医生爱顾好吼，啊，真的咱爱真感恩。但是护士呢，我们爱真疼惜嘛，是爱真感恩啦。一个医生爱几下个护士顾，
一个医生在咧看病人，后面呢呵护的、呵护的病人的情绪啦，病人的那是真多。那痰啦、拉痰啦，护士吼拢爱去接触，都爱去接触。你讲感染等等吼，护士比医生接触更深入。所以吼，人真正的要用仁德吼来经营咱的病院。